就两个字，一横一竖，站着的才有资格讲话。新人要出头，我的班他接了，当然得大家认可才行啊。挑一个吧。你在北方的老哥们都不赞成这场比赛，你可要想清楚啊，那可是毁不了头的。宁可一丝计，我在一丝计。王家卫耗时十年，再创功夫美学新境界。查理王龙运电影院，一代宗师，7月13日卫视电影台磅礴登场。